这个是 brush pink olive green 白，我身上这个 strawberry green， 然后最深的色就是助理身上的黑色。 OK， STG 31，价钱是55而已。 OK， 所以说最显色的颜色啊，我身上的黑色，这个呢只要下单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都穿得到，应该是 L 的是小 XL 是可以买这个。 OK， 所以说只要没有超过我们提供的尺寸都没有问题哈。来，想要显白的，来比较容易照顾的颜色，当然是会是我身上这个 strawberry gray。 OK， 面料是 cotton 面料，有弹性的，基本上我们很少会有其他厂家的 cotton 面料的上衣，我们都会装带进这个厂家的，因为我们的顾客都习惯了穿过他家的，都不会找别家的，因为它的面料是很舒服的，就对了。可能你在外面看到有类似的，可是上身啊，穿上身它的感觉是不一样，因为这个厂家它用的面料是非常好的，就对了。 OK， 腰间这边是有个扭转这样子的款式，已经是 fix 在那边，定位在那一边了。整体它穿起来，左边啊是在啊，它的款式是在左边。 OK， 这一个 part 就对了。如果它整件只是车这样 flat 平的，它就没有整体穿起来就没有那个效果。所以我们讲这个做 cotton T 厂家，它每一件 cotton T 啊都会有一点点的小细节。OK， 上围可以到106哦，所以 XL 顾客可以哈，直接 OK， 腰是比较直筒，所以上围穿到腰没有问题。所以说 XL 顾客你可以下单这个款式，因为常常他家的 XL 很多时候顾客是穿不到，这件的它算是 cutting 比较大哈。Overall 是不需要大衣了的，长度 OK 刚刚好，不会造成55 OK， 不会造成55。然后你不大衣它是会有款式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扭转，后面就属于一个这样子比较 plain 的，没有拉链，没有纽扣啊，穿的时候就从头套。虽然是没有袖，可是整体穿起来它是属于一个蝴蝶袖的裁剪，它还是会遮到一半的手臂的一半。OK， 我和助理都穿同一个尺码。我身上这个 silvery gray， 来我去换粉色给你们看先啊。比如说这款是显瘦的颜色， OK， 要显瘦的颜色，我身上的黑色啊，黑面料一样，上身是非常舒服，然后它属于一个大弹力的面料啊，可以比较偏向于直筒啊，腰间这边，所以说XL 啊，如果你上围没超106可以，这么巧你的上围是106可以没有问题啊，是有溢流空间，106的话上身是不会勒，也不会有压胸的问题。所以说这款式你要显瘦的话，我身上的黑色给、okay， 我身上它这个的款式是纯新的哈，跟之前可能有类似的，可是这一个呢款式方面之前是完全没有过，是一个纯新的款式来的。所以这期找的 basic cotton T 不要错过啊，非常舒服，没有约束感的一个面料来的哈。面料是有用过，可是款式是全新的， OK， 款式全新的。来，我换了这个 brush pink， 整体穿起来显白的，来带女人味。 OK， 可能说你新年想要找一件要把衣橱的 T 啊换掉啊，带走这一个款式吧。 OK， 很舒服，尤其是需要做家务的，新年需要帮忙打扫啊，需要帮忙大煮准备晚餐的，带走这一个款式吧。 OK， 款式 STG 31，来粉色比较女人味的话，选择带走粉色。对了， OK， 不用怕会透，面料的厚度是刚刚好，一样是属于一个透气的。它腰把这一边啊，它是这样子宽的，比较宽的就对了。然后这一个 twist。它是在左边 ，OK， 后面就属于一个这样子比较 plain 的，整体简单的来，可是有微微的款式，不会太单调，因为你配这样子的短裤啊，还是牛仔裤都搭得到。OK， tennis 这个 brush pink， 来我先换这个 olive color 给你们看先。所以说颜色方面五个色给你们选 ，OK， 显瘦的话带种黑色哈。我是有点疯到这个颜色 olive green 啊，它是比较浅的，这个比较柔的 olive green 啊，我身上这个 olive green 衬长裤衬短裤也都搭得到 OK， 因为这一期我就没有短裤，我就衬搭了这个 T2000 的牛仔长裤 OK， 所以
就说主播身上这个 olive green OK 下单打 quick color 就好了，不要打 size 啊 free size， 比较 soft 比较柔的那个颜色。我身上的这个是 olive green OK， 或是 STG 31，价钱只剩55而已啊，面料是单弹性的 OK。可是整体这个面料相比我们另外一些 cotton 面料，这个穿起来比较有立体感 OK。 olive green， 那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先五个色而已啊，这个款窄的强推白色 OK， 我身上的白 STG 31，价钱是55 OK。牛仔裤就是主播身上这个款式啊，今天要找牛仔裤就是主播身上的这个款式哈，唯一的一个。OK， 袖子是属于上围，是属于一个蝴蝶袖的裁剪，吊带那边看就是没有袖啊，可是整体穿起来它袖子是可以遮到一半的就对了 OK。想要穿起来显白的话，可以考虑带走白或者是这个 silver gray OK。显白的来带勒，不要带女人味的话，会是这个 brush pink， 比较清秀的颜色，具有这个 olive green， 然后最最显瘦的就是助理身上的黑色 OK， 助理身上的黑色。三个色，哎，五个色啊！这个款式有五个色。这一期学校找这样子 basic cotton T， 然后有款式在腰间那边有款式的，就只有这一个款而已啊。整体它穿起来，它简单的来，它会有一点点的小细节，可是又不会太花俏。不喜欢带衣服的，可带走这一个吧，因为它不搭衣服，它不会造成这件就不需要搭衣服啊，因为它是有款式的腰间有款式 OK。最最显瘦的颜色就是助理身上的黑，怎么取舍那个颜色？可能这样说了。OK， 白跟 silver gray 你可以二选一，然后这两个比较粉粉这样子的颜色你可以二选一，显瘦的话就是黑色。OK， 想要显瘦的话黑色，或者要 basic color 黑跟白你可以二选一哈。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牛仔裤，牛仔裤。下一个款就是现在我身上穿的这个 T2000 的牛仔裤啊。OK， 我身上穿的 T2000 的牛仔裤，牛仔裤的裤是全新的款式啊，它有点像小喇叭款这样啊。它是不是小喇叭？它是直筒，它是比较宽的喇叭裤来的哈，比较宽的。OK， 可是整体穿起来它又不会说很喇叭，为什么呢？它的裤管整体啊，它是有大的下去的。OK， 来，我去换上衣来衬搭先啊。彩玲，你的是黑色，还有一个是。olive green 啊，是 olive green 来的哈。